大家好，我是迪卡，很高兴看到大家都还在，已经一段时间没有更新影片了。那今天我们要做一点比较有激励的练习，就是可能会心跳加速，或者会比较酸一点，会喘一点，会流汗的瑜伽。那我们就赶快来到垫子上，准备开始咯。有时候我讨厌那个相机就没有对焦，然后就按掉，然后我就要停止。好，那我们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先来到垫子上暖身。我们先把双脚分开，与你的髋同宽，然后尽量让你的脚有一点内八字，朝内八，所以脚跟稍微再往外一步就好了。今天我们双手先叉腰，我们先让你的腰线、脊椎、髋部附近的肌肉，我们先来做一点暖身。吸气，脊椎延伸，然后吐气，我们把臀部往左边推。推的时候，我们把肚子收紧，尤其是下腹部这边把它收紧。然后我们继续往外推。可以的话呢，核心启动哦，把双手展开来到水平。好，在这边停留一下，三，停留二，吸，吐气，慢慢的回来。你可以双手叉腰，我们用手跟你的核心，我们一起把臀部再往右送过去。好，送过去的时候一样，肚子收，尤其是肚脐下方这一块肌肉把它收紧，然后大腿内侧把它用力，双手把它打平展开，停留三、二、一，慢慢的回来，回到中间再叉腰。接下来我们把脚步再往外开一步，一样内八字，维持双脚内八字，然后把臀部往前推一下。好，当你在往前推的时候，我们把手来到你的腰后方这边往前推。然后有人问说，如果你在做后弯不要折腰的话，我建议大腿肌肉、臀部肌肉都把它收到最紧，下腹部也把它收到最紧，你就会保护你的腰、你的下背。好，前推三、二、一，做一个前弯。那因为这是暖身，所以这个前弯可以不用太深，没有关系。双手展开，你到你的极限哦，到你可以下去的极限。如果你需要膝盖弯曲，请弯曲。然后我们双手先落在你的小腿骨上就好了。好，现在这里感觉你的背，从侧面看，你去看哦，感觉你的背，你的身体平行地面，感觉你的下背是朝后方，臀部是朝后方翘的，所以有一点在翘屁股的感觉。好，停留一下。停留三、二，膝盖可以锁直就锁直，你可以弯一边，另外一边打直去交替。好，吸气往上，慢慢的回来。好，我们再做一次，双脚再进来一点，双手举开，我们一起用核心，臀部先往左边推，看可不可以这一次推到更远，推到更远。很好，如果假设你的手会酸，因为我们会用到很多手的力气，等一下。所以手部的肌肉现在正在启动，停留一下，三、二，不要憋气，吸，吐气回来，回到中间，然后往另外一边去，停留三，你去感觉是很用力的在推，因为髋部的关节比较大一点，所以就是需要更多时间让你的肌肉慢慢的放松，二、一。回来，回到中间，双脚打开，内八字哦，脚一样内八字，臀部往前推，髋部往前推，臀部夹紧，手往后，稍微让它往后倾一点，停留三、二、一，我们把屁股往后翘，然后背把它打直，可以的话，双手展开，来到一个像星星大字型都可以，视线往下看，假设你的脖子会酸的话，停留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慢慢的回来，回到站姿，然后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。每次回来，假设你会累，你会喘，回到一个站姿，双脚平均站稳，三式，掌心朝前，三、二、
一，好，接下来我们拿一个砖，如果你没有砖，你拿水壶，没有水壶拿书，应该都有。好，那你的砖来到一个最高的高度，放在你双脚中间。为什么呢？等一下我们要用砖。好，双脚打开，跟刚刚第二次打开的那个距离差不多，把脚内八转一下，很好。好，在这边吸气往外延伸，吐气我们一样前弯，又来到一个前弯，那一样让背打直，右手去找砖。好，今天你左手有空间往上伸到最多，延伸到最多，看你的右手左手可不可以一直线，然后头往上看，停留三二一，好，我们停在空中哦，背先不要回来，背打平的，双手圆形回来，左手下来，右手上，停留三，身体重心不要太多在左手，你稍微用核心嘛 hold 住，二一，好，头回来，双手回来，用核心把你的身体提上来，接下来我们要弯曲你的脚，右脚出来，右脚转过来九十度，前脚弯曲。你在弯的时候呢，假设你今天随便一弯，你好像觉得膝盖一定会超出脚趾头，变成这样子了，赶快回来。我们再把左脚往外再踩一步，好，看看你的弯曲弯到下面，膝盖可不可以在脚趾头里面，不要超出去脚趾头。好，自己去量一下。好，假设今天髋在很紧，你大腿角度可以大于90度，不一定要90度。好，一样拿一个砖，把砖拿到前方这边来。好，吸气往外延伸弓箭步，腿会酸哦，停留一下，三二一，吐气，右手去找砖，左手往上，停留三二一，吸气回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用大腿的力气再 hold 住多一点，吸气我们往右边走，很像你一开始我们在推臀部，身体往前面走了，对，好，然后吐气，我们把左手来到腿后方的腿，右手往上来到一个反弓箭 reverse warrior。 好，停留三二一，回来，前脚打直。好，再一次，我们把砖来到小腿中间这边。好，吸气延伸双手跟脊椎，吐气右手来到砖，左手往上。假设你今天手怪怪的，你可以再往前走一步，看你的右手左手可不可以打直，一样找一直线，停留三二一，好，慢慢的回来，回到中间，让我们慢慢的把你的前面的脚弯曲，再做一次弓箭步，停留三。每次在弓箭步啊，有些人会很讨厌，对不对？要去面对它，因为腿就是腿在用力，脊椎、腹部在用力，手也在用力，全身都在用力，很好的一个瘦身动作。最后两个呼吸。吸，吐，好，前脚推直，然后把你的右脚转进来，砖把它拿开，好，双手双脚一起合起来，来到三四，站好，三二一，好，接下来我们换另外一边，一样双脚再打开，好，双手展开，好，左脚往外90度，很好，前脚弯曲，你可以稍微弹动一下，你自己找哦，角度一定要大于90度或者等于90度。好，展开，通常你的脚弯的那一边头就转向那一边，所以今天头转向你的左边。好，双手把它打直，打到最多。有些人在弓箭步很容易这样折腰，对不对？因为核心没有出力，所以你的腰会肚子会这样往前凸，然后后面的腰就会这样折一下。不要把
把下腹部收，收到最紧，这里很像大腿在夹紧的那种感觉，屁股夹紧的那种感觉。好，停留三、二、一，我们慢慢的把前脚推直，然后呢，把砖拿到你的前脚。再次弓箭步，吸气，刚刚忘记说砖，吐气，左手来到砖，右手往上，好，停留三。这个就是肩膀，让它上下拉扯。二，一，慢慢的回来，回到你的前脚推直，然后再一次哦，我们慢慢的把身体往你的左边走走走，然后一样往下，停留三。二，这种心跳会加速的动作，尽量吸气小就好了，不用太深。假设你今天肺活量比较大，你可以把吸气拉长。但是你今天通常大家会开始很喘、很喘、很喘，吸气小小的，小吸小吐，吸吐，慢慢的回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前脚弯曲，好，来到一个反弓箭。前面弯走到最多，然后右手来到大腿后侧这边点，左手往上举高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慢慢的回来，前脚推直，好，在这边我们一样再回到第二个弓箭，二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慢慢的前脚推。脚转回来，然后把你的身体一口气转差点倒，然后回到三次，休息一下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转先离开你的垫子，比较麻烦就是你要一直走来走去。接下来我们把整个身体往你的右边转，右边转哦，面向你的右方这边，前方。好，假设这是前方，前脚是右脚，后脚是左脚。好，我们来到一个一样差不多，你的前脚后脚不要太开，还可以锁直的状态下，后脚45度检查一下，那你的脚跟尽量对齐前面的脚跟，一直线。好，吸气，我们把双手来到背后背着，背在你的两个手肘靠着。好，吐气，如果你需要就是你的背比较僵硬，你可以来到这个角度停留就好了。但是如果你的背要开始弯了，就不要再下去了，你的背还可以直直的这样下去，来到中间，我们继续哦，停留三、二，视线看向地板一点，最后一个吸吐，还可以下去，我们继续往下找到你的极限。好，那通常你会开始感觉右脚要弯了，没有关系，微微的弯，但是如果你的背还是直的，可以让它直直的下去，停留三、二、一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来做一个扭转，把左手来到地上，左手哦碰地，今天碰不到拿砖，砖你扶在砖上，右手慢慢的往上，右肩膀打开，然后往上走，你会感觉两只腿锁直的状态下是一个比较深入的扭转，停留三、二、一。好，头回正，我们原路回来，双手再收到背后，用核心跟背把身体推起来，非常好，转到另外一边，右脚进来，左脚出来，右脚45度，吸气，脊椎延伸，吐气，向前前倾，可以的话来到平行地面，看向地面，停留三。你如果前脚就是在晃动，在抖动，你的身体可以上来，不用那么下去，停留二，吸吐气，这一次换右手，右手下来，手指尖点地，假设点不到没关系，碰砖，砖可以帮你，或是你把手掌整个贴地，右手左手再往上举高，停留三、
二，最后一个吸，吐，头往下，然后原路回来，把背手来到背后，慢慢的、慢慢的推起来，回到三四，休息一下。每次回到这边，你的呼吸去调节好，调节的比较顺，不要太喘。然后这个时候你想喝水，随时都可以喝水，一小口就好了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接下来又要弓箭步。这次的弓箭步，你的后面的脚跟没有要碰地，好，所以会比较有挑战。你可以先看，或者你可以就是跟着做，因为这个因人而异。有些人的腿比较没力，会觉得这好吃力，但是我等一下会给你一个就是小小的方式，去让你的腿变得更有力一点。好，一样转到另外一边，先从这边开始，右脚在前方。好，左脚这一次我们分两步走，退后一步。好，还不够，再退后一步，退后到你前脚可以弯曲90度。好，但是后脚很重要，后脚一定要锁直。后脚如果是这样弯曲，你如果今天怎么锁都锁不直，或者你这里特别紧，髋部前侧这边特别紧，永远都打不开，没有关系，你先跪地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那可以的话一起跟我挑战，脚跟离地，垫脚尖，后面的脚跟离地，前面的脚可以弯曲更多，就让它弯曲。吸气，我们双手往上，把脚推直，吐气弯仙人掌手。好，我们要做三次，吸气往上，越慢越稳，吐气往下，吸，吐，最后一个吸，手往上，前腿推直，吐气，前腿弯曲，然后往下做到最多。好，在这边我们把后面的手扣起来，竖起来，肩胛骨夹紧。三，我的背比较紧，所以就只能到这样。二，很好，最后一个吸，吐，吸气上来，推直，吐气，双手合十，我们身体往前倾，看可不可以用核心一口气把腿推回来，稳定的站好，休息一下，每次心跳要加速就休息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换另外一边咯，换左腿在前方，后腿，右腿往后，你可以先往后这样一步试试看。好，踩稳了，再往后一步。好，来到垫脚尖的高度，假设你今天都没力就下来，膝盖跪地没有问题的。好，你可以就是手跟着动就好了，前腿推直，前腿弯，前腿推直上，然后前腿弯，这样。好，一起来挑战，这个可以瘦腿，可以开髋，可以拉你的腿部线条，肚子的线条也会拉。好，往下坐，很好，吸气，我们来到仙人掌的手。好，准备哦，吸气延伸往上，前腿推直，吐气往下，好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最后一次吸，我好像多做一次，吐，停留，三、二、一，吸气回来，双手往上，双手往前，来到合十合掌，让你的重心稍微往前，好，膝盖可以弯曲，让后面的脚膝盖弯曲，一起一步回来，合十。三次，三、二，吸气，吐气，好，
接下来我们要来做三次拜日式 A 就好了，双脚分开，大脚趾并在一起，脚跟微微张开，吸气往上画一个大圆，吐气双手合十，慢慢的哦，让脊椎跟手慢动作，慢动作，越慢越好。当今天手指尖点地就好了。好，吸气往前抬高，吐气前弯，吸气头抬高，然后把手掌去压地，脚踩稳哦，手踩稳，然后慢慢把右脚往后走一步，左脚往后走一步。好，今天来到高平板，假设你今天在高平板很吃力，膝盖可以跪地。好，第一个步骤，膝盖跪地，往前来到一个鳄鱼式，一半的鳄鱼式，往下往前推，来到眼镜蛇或上犬式。好，膝盖一样跪地，先回到四足跪姿，再脚卷地，来到下犬式，这个是初阶版，慢慢来。好，今天在下犬式啊，很多人都喜欢这样，你可以看我两只脚往前走到很近，对不对？手跟脚比较近，很像你在做站姿前弯了。好，我今天这个角度不要那么高，我想要挑战一点肌力，手跟脚的力气，把脚跟手再远离一步，看看你的三角形可不可以变得比较宽一点，然后一样臀部推高，头往下垂掉，可以的话右脚弯曲，左脚跟踩地，左脚弯曲，右脚跟踩地，交叉五次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这个是帮助你腿后筋拉开，等一下脚踝不会受伤。一。回来，下犬式停留三个呼吸，三、二、一。好，吸气抬头，有人会跳到前方，没有错。但我们今天是初学者，我们双脚弯曲，一步一步走。你可以走十步都可以，你可以走一步也可以。你要走十步，就慢慢这样一步一步走，走走走到你的脚跟手靠近前弯，吸气抬头，手指尖点地就好了，背打直向前看，吐气前弯，一双手一起跟身体上来，搭一个大圆，往上吐气回来。好，再两次哦，速度会稍微快一点点，一点点而已。吸气往上，吐气下，吸气前弯，向前看，吐气双脚弯曲，这次可以退后左脚，再退后右脚。好，如果你要下去的话，鳄鱼式，我们来到一个平平的肚子收紧，来到一个手90度往下，肚子跟胸口一起贴地，吸气前弯推，吐气往下，脚卷起来，然后身体推，来到下犬式。这个是比较有点进阶版，但是还是可以练习的。右脚左脚不舒服再踩一踩，很舒服的话你可以把脚跟试着去找地板。三、二、眼睛张开哦，把吸气拉长，吸气，吐气从嘴巴，好，吸气头抬高，双脚弯曲，我们来试试看，你可以跳就跳，但手不要受伤哦，你可以跳两步或者跳一步，你可以慢慢的膝盖弯曲，看前方，看向你的目标，然后慢慢的跳，来到前方，好，吸气抬高，吐气弯，吸气手跟身体一起上来，来到拜日式，
放松。最后一次，里面有很多变化，你可以自己选。你等一下，鳄鱼式你要选择膝盖跪地不跪地都可以。好，那或者你可以跟我一起做，吸气，双手往上，吐气弯，吸气背打直，看前方，手指尖点地，吐气弯曲脚，你可以一次跳到后方。好，然后慢慢的弯下来，鳄鱼式吸气往前，上犬式，吐气往下，下犬式。我们在这里停留三，停留二。通常下犬式是一个让你中间连接休息跟很心跳很快的中间地带，你可以试着让心跳缓和下来。最后一个吸，吐。好，看前方，双脚弯曲，要跳的人可以跳，要走的人可以走。准备好，吸气。吐气，吸气，抬头，吐气弯，吸气，双手一起往上，吐气 ，Samasthiti， 双手三次。好，接下来又要做一个弓箭步，但今天的弓箭步这是最后一组了，没有再弓箭步了。吸气，我们先把你的双手叉腰，我们先退后左脚，右脚在前方。好。弓箭步，我们先把后面脚跟踩地，这样比较稳。可以的话，再退后一步，看看你的前脚可以弯曲，你可以稍微去弹动一下。那身体面向你的右膝盖，然后尽量让后面脚跟也贴地，然后这一只脚打直，锁直，大腿用力，锁直，很好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慢慢的弯曲前面的膝盖，可以的话，双手往上举高。大拇指扣起来就好了，停留三、二、一，小小的挑战给你们哦，把脚跟前面脚跟垫起来，看看脚跟可不可以离地，停留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慢慢的双手分开，来到弓箭二。后面脚跟可以调整一下，前面脚跟不要落地。三、二、一，慢慢的落地之后，我们把双手来到你的地上。好，又来到一个高平板，鳄鱼式，吸气推，吐气下犬式。好，我们来到另外一只脚，左脚在前方，所以左脚慢慢的往前跨一大步。好，右脚在后方45度，脚跟贴地，吸气往上，大拇指扣起来。好，可以画桌低一点，往上举高，三、二、一，前面的脚跟离地，垫脚尖，三、二、一，还可以的人呢，我们转向侧边，弓箭二、三、二。一，两只手一起落地，脚跟落地，然后又来到高平板，可以的话膝盖跪地，做脚跟，婴儿式休息。好，在这边整个放松，什么事都不要想，停留三，停留二，吸。吐气，你可以嘴巴张开，从嘴巴，好，慢慢的把身体推起来，来到你的跪坐姿，还可以吗？前面这半段会比较就是很像心跳加速，然后又很像就是好多肌力的练习，然后我们在地板也有一些肌力的练习，然后我们最后来做伸展来收尾，所以我们还有大概10分钟左右会比较心跳要加速的感觉。坐在你的臀部上，
可以把屁股肉往后拨，因为船是会用核心跟大腿前侧上端这个肌肉这样把它收缩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先一样把髋部就是先柔软打开，先让它暖身好，然后再做一些就是船式会比较稳定一点。那我们一样柔软，我们会扭转，然后跟一些就是开髋的动作。我们先把左脚推直，右脚往外踩，跨过去，吸气，我们把右手往后一圈碰地，左手往上，然后往前扣你的前方的右膝盖外侧这个地方，吸气延伸下巴抬高，吐气往后转。我会停留五个呼吸，那长一点，你尽量把身体往上推，所以后面的手用意就是把身体往上推，不要让它驼背，往后看五。继续往后看四三，每次吸气延伸，然后吐气看更多二，最后的吸最后的吐。好，头回来，然后把你的左手右手往上，双手往上举高，脊椎拉直先，再把双手放松。接下来把你的脚来到数字四，数字四，这个会比较有困难一点。好，大腿内侧再打开了。好，数字四之后呢，双手往上延伸，吐气往前。如果你可以碰脚趾头，那最好了。没办法，抓小腿或脚踝。好，右脚右膝盖不要让它翘太多，让它把它打平，所以用大腿内侧的力气把右膝盖往下压，背拉直，三二一。好，慢慢的双手离开，放松，换脚，右脚打直，左脚弯曲跨过来。好，吸气，左手推，右手往上，吐气，右手弯，来到你的膝盖外侧。好，掌心朝外哦，很好。左手继续推，左手的用力就是让背打直，身体往后看，头往后转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最后一个吸，最后一个吐。好，头回来，很好。然后双手往上举高，身体把它拉直，双手放松。然后接下来把膝盖往外打开，数字四。当你在数字四啊，那个左脚趾头把它往内勾，让勾进来，代表你的腿有在启动，有在用力。好，右脚也往内勾，就是腿都就是有脚趾头都往内勾，吸气往上延伸，吐气前弯的时候看手可不可以碰到你的脚，勾着碰不到一样没关系，不用气馁。肩膀往下，下巴抬高，三，然后用左大腿内侧的力气看你的左膝盖可不可以往下再一点。有时候你脑海知道要做什么，但是身体不会听话，所以慢慢的我们瑜伽就在练习思绪跟你的身体要一致，慢慢的身体会越来越听话的。最后一个吸吐。好，吸气双手往上，吐气放松。好，双脚回来，我们来肌力练习咯。很多人会想要逃过这一节，因为就是核心啊、腿啊都会很酸，会抖抖抖。那抖抖抖是很正常的。双腿弯曲，把你的脚跟贴地。你要把脚掌整个贴地也可以，但是就是脚跟贴地，用意就是脚跟扎根，你的臀部也会扎根，就是你的两点扎根就会比较稳定。然后慢慢，我们先把右腿抬起来，脚把它举平。压平。好，第一步你觉得腿很酸，当然大家都可以作弊，双手来抱大腿下方，
背打直，我们在这里先停留就好了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我们来挑战咯。双手放开，看看你的脚会不会往下掉下来。放松你的手。好，肩膀一样往后转，但是胸骨往前推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慢慢的有控制感，让右脚落地，左脚上来，一样。三，轻松的先来，那你越轻松，你的肚子去贴大腿越多。二、一，好，放松。三，背不要驼背哦。二，最后一个吸，吐气，左脚慢慢的下来。我们先让腿放松，你可以摇一摇，转一转，抖一抖。第二步，我们时间会再更长，然后更多挑战，慢慢来。双脚弯曲，右脚可以抬高，双手就放松。对，好，假设你今天右脚腿后筋还 OK， 可以推直，把它踢直，但是背一样把它推直。三、二，抖很正常哦，我也在抖。最后一个吸。吐，右脚下来，好，左腿高，好，一样推直。三、二，手也把它打直，身体就直线的。最后一个吸，吐，左腿下来，然后一样双腿弯曲，或者你想要臀部交叉盘腿，让你的腿内侧更多伸展也可以。你可以让身体摇晃，稍微扭动一下。好，我们来做最后一个，两只腿都打直，然后我们来撑五个呼吸，看看大家今天可不可以做到。不可以做到的人没有关系，就是你再多练习。假设你今天有一个目标，下个月定好的目标就是你要把双腿都打直，那你就每天练单腿直，单腿直，有一天你的肌力这里会建立好，有一天就可以打直了。我们来咯，准备好土木扎根，然后一样手我们先打直，然后背先往后。好，当你再起来啊，你的重心不要落到你的下背部哦，一样在坐骨，所以把你的骨盆这样往前转一点点，就在这里就好了，不要再动了。用力用力用力，先把你的身体先起来到一个 V 字形。好，我们来一个大 V，五、四，脸部放松。三，我在抖了。二，啊，真的很酸耶。最后一个吸，吐，回来，背打直。好，放松，休息一下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接下来我们来伸展腿前侧的部分。我们把身体来到地上，来到一个人面狮身，趴着。好，两只脚分开，跟你的瑜伽垫同宽。我们把双脚弯曲，脚勾上来，你应该会立刻感觉到你的肌肉刚刚很紧很紧在收缩，现在好像要打开的感觉。大脚趾碰一起，后方的两个大脚趾碰一起，变成一个三角形的形状。如果还可以的话，吸气把手推起来，不行你就停在手弯曲就好了。那脚不要往后掉，脚就持续90度，或者就是脚趾头一直朝正上方就好了。三、二，最后一个吸，吐。好，接下来双手落地，把你的双脚放松，就是左右摇一摇。我们把你的右脚勾上来先，右脚先，左脚往外打开，很好。好，在这边一样下背往下推地板，把你的前方的耻骨找地板，然后肩膀往后转，下巴抬高，脖子拉长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右脚落地，左脚回来，
应该是左脚先踝，右脚再落地。好，左脚弯，勾进来，勾到你的腿有在伸展的那个感觉，右腿慢慢的往外延伸，像90度。反正右膝盖在地上90度，如果看不到我的话，然后左脚这样往上，脚趾头朝向正上方。好，我们把下巴推高，停留3，停留2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右脚慢慢的回来，左脚慢慢的放松。好，我们把你的两只脚再举回来，大脚趾碰在一起，膝盖可以再打开更多。好，这一次看看你可不可以再推更高。你如果刚刚这样手推起来就会很容易，你的手再走近一点，走到你的胸口下方，然后往上推。哦，停留一下。有些人下背部会酸的人，这个动作会改善。3，肩膀放松，不要耸肩哦。2，自然的呼吸，吸，吐气，把你的手跟脚慢慢的落地。我们来到地上趴着，用双手当枕头，把你的头转到你的左边，右边耳朵贴地，左右的脚跟可以摇晃一下，让你的下背部更舒服，更舒缓一点。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飞黄式，就是飞机式，在地上飞起来的意思。好，把脚跟合在一起，然后把双手张开，变成一个飞机翅膀。吸气，头抬高，手抬高，然后脚也抬高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停留一下，3、2，用臀部的力气把脚再推高，最后的吸。吐，慢慢的下来，双手当枕头，头转向你的右边，左边耳朵贴地，然后呼吸，你可以脚稍微晃动一下，伸展伸展。3、2、1，好，慢慢的头往前，然后把身体推起来，来到你的婴儿式。往后坐，膝盖打开，肚子让它来到中间，大腿中间的空间往下沉，手继续往前走，走到最多，走到你几乎你的腋窝啊都要贴地了，都要碰地了，鼻尖额头碰地，停留3，停留2，最后的吸气。吐气，好，把下巴抬高，身体往前，我们来到一个下巴、胸口、膝盖点地的地方。好，你可以先看我怎么做，我慢慢来到一个手弯曲的地方，但是身体都不要这样抬高哦，也不要翘起来，就是手让平平滑滑滑滑到前方，然后来到一个下巴、胸口，然后膝盖可以往内走，走到臀部翘到最高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去感觉一下整个背部的大伸展。如果觉得这个很困难，你的膝盖可以往后再走，不用那么高没关系，但你今天有空间把它往前走，走到最多，走到最多，甚至脚可以离地，一样大脚趾扣在一起，在这里停留一下哦。3，停留2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接下来脚落地，把你膝盖往后走一步，然后往前推，推到你的上犬式，推上来，一连串的，肩膀左右动一下，你可以慢慢的、轻轻的动，让你的整个脊椎一起在扭转。3、2，嘴巴闭起来，最后的吸，吐。
吐气，慢慢的跪地。在下去之前，我们来做一个肩颈的伸展。吸气，把你的右手往上举高。好，吸气延伸，然后我们来绕三个大圈，把你的右手都打直，从头到尾都打直。然后吐气往下，吸气上来，吐气往下，吸气上来。最后一个吸，吐，吸气，好，吐气，右手弯曲来到背后，扣着，右肩膀继续往后转，停留三，停留二，吸，吐气，好，接下来把右手举高，放松，来到穿针引线，右肩膀落地。第一步，先把左手往上走，走到最远。好，你在这边去感觉整个腰部、脊椎、肩膀，甚至背部。三，掌心可以朝上，或者你掌心转下来朝下也可以。二，往上看，吸，吐。好，你今天可以的话呢，把左脚踢直，然后往后走一步。好，如果你今天右膝盖很稳定，然后右脚你是踩地的，你可以试看看你的左脚可不可以往上踢，但记得哦，你不要跌倒，慢慢来，平衡感跟稳定。三、二、一，慢慢回来。左膝盖落地，好，左手回来，身体推回来，右手往上，右手往下，好，换左边，左手往上，好，绕三圈，三、二、一，往上的时候背拱起来，弯手。穿针引线，左肩膀来到地上，右耳朵贴地。好，我们稳定好之后，先让右手往上走，走到头顶更远的地方，甚至瑜伽垫外面。好，你在这边两只手都拉直，感觉肩膀你是什么感觉？肚子收紧是什么感觉？好，还可以做变化再来。我们重心来到左膝盖，稳定哦，你可以把左脚这样点进来，卷进来，然后把右脚踢开，右脚锁直了，可以往后踩一步。你可以停在这里稳定，或者你今天有平衡感，你的左脚可以往外一点点，然后让你的身体右脚往上飞起来。好，臀部收紧，肚子收紧，核心三、二。一，右膝盖慢慢的来到地上，右膝盖回来，右手回来，把身体往上打开，吸气延伸，吐气回来。好，我们慢慢的来到地上，先从肚子趴地，身体转。有些人可以就是背比较就是柔软，可以从地上上来，但是大部分我们应该从上面下去。好，我今天会选第二个高度，是因为砖这里的面积比较小，它可以卡在肩胛骨中间这边。假设你觉得这个太危险了，你有第二颗砖，来到一个 T 字形，这样头是这里当枕头。好，然后肩膀在这边，好，让它有一个距离。好，我们准备好，让你的背中背部这条线，肩胛骨下方这边这条线去靠在你的砖的边缘这边。好，你可以先用手去调整，手肘落地，手肘找地板。好，先让脊椎一节一节靠上去，然后头就会落在砖上，
没有这颗砖也没关系，你头可以垂下去，或者你觉得肩颈就是颈椎不舒服，你拿一个枕头靠着也可以，就是有一个东西垫高，然后我们把双脚先来到弯曲，很像你在做桥式之前的准备。好，然后双手往外打开，往外展开的一个动作就好了，让手肘贴地。今天还很舒服，还可以的话。脚在打直，来到推直的状态，脚可以合起来或者微微打开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停留3分钟。当你要起来的时候呢，一样双脚弯曲，双脚弯曲，然后你可以滚到另外一边，你可以滚到一边，比如说滚到右边，然后先让左手把后面的砖拿开，右手再把另外一个砖拿开，然后头去找地板。你可以来做一个大休息，我们在大休息休息个5到7分钟，所以在这边把你的双脚合起来，你可以脚底合起来变成一个睡姿蝴蝶，因为髋部如果很紧的话，想要伸展，或者你可以准备好躺平就好了，一个休息的样子，休息的姿势，停留，稳定，眼睛。可以张开，如果你要避免睡着，眼睛看向你的天花板一点，然后稳定的呼吸，你去让全身都放松。
最后要起来的时候，脚趾头、手指头动一动。我们把身体往上延伸，来到最高点，双手往上推，很像你在伸懒腰，脚往下，很像有人在拉你的脚，然后手往上，把身体拉到最长。好，我们吸气，从鼻子，吐气，从嘴巴、舌头吐出来，狮子式。好，再两次后吸气，吐气，最后一个吸，吐。好，接下来把手抱膝盖，弯曲。好，慢慢的推向你的右边或左边。眼睛先张开哦，先看向地板，让血液循环稍微倒到这边来，然后再把用左手身体这样推起来，回到坐姿，双手合十，稍微鞠躬，谢谢大家 ，Namaste。谢谢你们忠实的粉丝，然后今天是比较有一点心跳、有点激励的练习，希望你们喜欢。然后喜欢的话，帮我分享给朋友，帮我按赞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会不定期的更新，然后我不会太久了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，新年快乐！